丧尸突然爆发，外面一阵大乱，我和小伙伴们却躲在秘密基地里唱跳 rap 打篮球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丧尸爆发第五天，我们迎来一个更坏的消息。据最新报道， A 市已经完全沦陷，现在官方一边呼吁大家躲在家，一边紧急研究解决办法，而河阳一大早又放出无人机去巡查学校里的状况，我们也都围过去看。无人机进了宿舍区，屏幕里看到好几个低层男生宿舍的阳台外吊着用被单卷成的绳子，我让河阳操作停一下，看看那是用来干嘛的。没过一会儿，就有个人出现在其中一个宿舍的阳台上，看到我们的无人机也没理，自己放出了一台吊着沾血布条和外放小喇叭的无人机。附近的丧尸都被气味和响声吸引，往无人机飞走的方向涌去。底下丧尸清空后，另外几个宿舍又涌出来三个看起来比较健硕的人，拿着自制的防御工具，背着大包顺绳子从楼上滑了下去，分开到达地面又迅速聚拢到一起，每人负责防御一个方向，全速往校门外方向奔去。从每个人脸上淡定的表情可以看出，这是一套成熟且成功过的协作方案。这种时候结盟同行确实比单打独斗来得更安全。谁能打出这个字，我直接通宵更新。河阳的无人机继续飞行，朝着食堂后院飞了过去。到了后门，河阳一眼就看到附近有活物在走动，他把无人机摇近了才看清楚，竟然是纸鹰，而且养了好多只。丧尸爆发前，整个学校只有一个大食堂供应全校师生每天的三餐，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四五十岁的大叔大妈，他们平常下班后都在食堂后门外的员工宿舍里住，厨房有种类丰富的物资存储，员工宿舍也是单独的房间。丧尸来袭后，这估计就直接变成另一个生存基地了。潘达盯着满地跑的纸鹰，咽了咽口水，我们吃了这么多天罐头食品，是不是可以换一只鸡回来吃吃？我考虑了一下，建议道：人家大妈在末世好不容易养几只鸡鸭，肯定是留来下蛋的，不太可能愿意换。我倒是觉得可以把纸鹰蛋换回来孵小坤坤，只是孵蛋也需要我们哥哥。家庭在旁边犹豫片刻，还是抢过话头，怯生生地说道：我之前在学校上过养殖的选修课，孵化只是要求温度，我或许能做一个满足条件的恒温箱出来。孵蛋计划是有了，但关键问题是，大叔大妈肯把蛋换给我们吗？我们心情忐忑地把无人机撤了回来。潘达想把罐头袋子挂上去，我喊住了他。突然想到，一个供应几万人吃饭的食堂要什么吃的没有，他们应该是更缺生活用品吧。我重新换了一袋生活用品挂上去，里面还放了一封手写信，大抵内容是跟大妈解释一下，我们是另一个生存基地活着的学生，没有恶意，现在想用手边有的物资换一些鸡蛋回来孵小鸡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以后也能一直这样互通有无。何阳重新把带着物资的无人机摇到食堂后门，刚好看到一个大妈在喂鸡，何阳见状就操作无人机把袋子放到大妈跟前，重新飞回半空等待回复。大妈把喂鸡盘子放到地上，慢慢接近那袋物资，用脚踢了踢，发现没什么危险，才蹲下来打开袋子。她把信展开看了一下，提起袋子进屋了。